主料，鸡翅10只，面条200克，辅料，生抽3毫升，豉油5毫升，盐2克，姜片5片，老抽2毫升，油。制作时间10-20分钟，鸡翅控进水，放入锅内，用油慢火煎熟，加入适量水，加入盐、姜片、老抽、生抽和豉油，炖煮15分钟，并起锅烧开水，放入面条煮熟，捞出放入碗内，加入鸡翅至白，放上鸡翅即可，很美味哦。烹饪技巧，煮鸡翅时多留些汁水拌面很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